进到Dasein呢，其实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人，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地方，或者是也有不同的身世。然后，可是我们每个人都算是有共同的目标啦，就是喜欢艺术，想要在艺术这个行业闯一片天出来。然后最开心的就是我终于遇到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因为以前中学的话，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跟你喜欢一样东西，可是在Dasein这里很多跟你志同道合的人，然后我很喜欢这一份大家一起努力的这个感觉啦。尤其是因为住宿舍嘛，住宿舍当全部人都很努力在画的时候，你自己也会很有干劲去把这份功课做完。Dasein有一个 Edu Mentoring 的这个 concept， 我觉得他们把这个 concept 发挥到很好，因为我们跟每个 lecturer 都很 friend 很 close， 他们就真的像一个 mentor 这样子，会带你去你想要去的地方，他会教你很多不同的道理。